然后你没有讯，可以接一个讯号源吗？这个膜都还没撕掉。对，反正在那边全身的。Too funny。And the front part, let me help you too? No! No. Cool. Too near. Very near. Your shoe is.Oops， 这是他第一次掉过哎。太糟糕了。对啊，如果我带一条线，你就可以直接接相机。你们有牛排？他的荧幕，他的荧幕也太，他的荧幕也太上面太重。
你去把你的吃饭给吸给拿过来用的。嗯。HDMI。可以。Okay, thank you. So, this kind of competition is good or bad, right? Yes. Because this is a problem of the surface. So, if it's not a problem of the surface, it can come out.水波纹那样一条一条的。哦，我以为把酒哦，不然你忘了酒纹。才不是你的问题。所以他这个是面板的问题。快点，酒纹。哎，你刚刚要说什么？就只是不同背景而已。Oops。Thank you so much.
你要拿起来是不是？就。You want us to help you？ 它会掉哦。哦。它会掉。你要拿，我帮你拍。等等等等等，哦，我不用荧幕，那就你要拔掉是吗？对对对。拿那个方法。那电源部分也要。其实不用，你只要把它拿起来。那你可能要拿。这样拿比较不会掉。这样你看罗哥哥怎么拿？对，不要单拿这样，就是手指头是分叉的。OK， 这样比较不会掉。不要单拿这样，不然怕掉下来。来跟他说再见，谢谢你有机，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跟他 say goodbye。不会不会不会 ，OK。好，那就 OK， 那我就快拿去扔掉。扔掉，好好舍不得。OK， 谢谢，拜拜。这里。